今天啊带了15斤的这个猪肝啊，还有5斤的这个鸡心啊，咱们的话给这一个坑啊下个窝子。这个坑呢有半年多没盘了，而且有5-6米之深，之前呢就搞了不少好东西，现在咱们把窝量搞下去，看一下能不能再发财一次。鸡心啊全部搞里头，小魏挠的一下就上来了。好了，这个窝料下完了，咱们先撤，过两天的盘子。过了好几天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刚，这个水坑啊等了很久的时间了，今天终于碰到好天气，过来给它盘掉啊，希望有个好的收获。阿明搞了，大炉，行的，爆纹的，哦，来喽，锁住它，还想动，哎呀，想落一个，大皮鱼，哈哈哈，这七蟹被八爪鱼带走了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七蟹，哎呦，死掉了，难怪会被它带走，还没出。还想跑，还想跑，来了哇！小白爪，发财了哦！死掉，好货好货，呼，死掉，这一只大哦，一斤多了，我看都快2斤了，来了，呼，来一只，这只小一点，1斤多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哎、看到，铁甲小宝，铁甲小宝。哎呀，这个不能抓了，兄弟们哈，这个是保护动物，铁甲小宝，带萌萌的，这个是远古动物了，生存了好久了，而且是蓝血的，这个不能抓，这么放掉。哎呀，一把给它擒住，血带住了，刚刚那个大一点，呼，哇，这个大，这么大的鱼丸，兄弟们，哇、哦，漂亮了，收掉。今天这个螺都非常的肥呀、啊！哇，还有一只！哇，别走，全到碗里来！好的，这是那个蜘蛛蟹啊，很可爱。爪这里它有点粉粉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这个螃蟹没什么肉啊，又不好吃。小八爪，这估计刚刚被你踩到了。还有个螺，哇，今天好多螺啊！哦，这个车也是踩到了，我去。哦，又来一只三刀，这一只小一点啊。好，机灵了一下，我看到了。喂、哎，帮忙。19公，小彪彪啊，太小了。哎呀，看到。咦，还不错啊。小力呀，想跑，跑掉了。虽然不是很大，也是肉啊。哇，黑毛，黑毛，好几只啊，小姐妹。没关系，我这就来解救你们。三只，搞定了，收获不错啊，都是直接货。咱们上去瞧一下今天的收获啊，石雕好几只，今天好多石雕。然后的话，这个陈姐妹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大的鱼丸、啊，八爪鱼，大皮，然后的话，今天还捡了好多的螺，有的青铜鳗，good 啊，好了，那这一期的视频啊，咱们就分享到这里啊，好，这是阿明捡的螺，小伙伴们可以点个关注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